哪里记？这足歹唱的哦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世人什么袂晓，我都上敢。真好听，对吧？你若敢，我嘛敢听，对不对？你敢讲我唱了无听吗？你唱了上好听。对啊，你看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开哪里记？拍手拍手。主持人啊，你有在搞唱歌啊？我系讲，我为了今仔日吼，我真正有先去拜妈祖。我讲你今仔一定爱有好，我有足好的表现。你讲我今仔表现你有好无？好，妈祖灵霞，灵霞。是，啊，你都要等下谢姻缘。阿边阿贤。你个谢一个官，吼，管你别个假样啊，安怎？迄个无意见。给安哦，给安。哎，嘿，不是，嘿，就是嘿是许愿嘛。啊，对啊，先许愿。就是许愿，然后再说还愿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我要阿伯传播好不？好不？哎哎，这个叫几名的帅哥阿伯传播？阿西啊，林先生，今年几岁？28。28岁，正是呢青春年华。阿今天阿伯传播？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哟。阿今天你是来求妈祖，给你一个好姻缘吗？无，已经有求着。哎，又求着。啊，直接求的吗？哇。好厉害呀！哎，可丽，你先结婚，大家等你去呢。等你，我刚等无人偷偷来问。今仔日要用什么故事来点歌？要点一个故事，是候，阮教班的人员。哦，你是教班的哦。我小教班用新教班的。哦，哎哎，足辛苦未？讲未辛苦是骗人。哦，未辛苦是骗人的。啊，但是你用什么款的意志力啊？呢，超越所有任务。就是。哎，这个信仰啦，就是想要替妈祖咧服务安尼。是是是。一届吧，280年第一年的时阵，回来路上，拄到一个妈妈抱一个囡仔，哦，啊，伊抱着囡仔在遐咧哭，啊，要软脚脚，啊，当时，嗯，
我咧斩桥甲桥换掉的时阵，我紧叫所有桥班人员动桥，我们这个妈妈、这个囡仔排队排好，啊，我们就达到个起行啊，起行的时阵，啊，伊当阵看者足感动，遐嘛流目屎啊，所有的人员拢是。是，妈祖做主笔啦，好一个机会，我大家一个机会。啊，迄个感觉就是讲，阮靠在金卡头是真个价值，非常的值得，非常的值得，太棒了。我请教你哈，嘿，那拄着坐轮椅也变两脚卡边，我嘛是脚啊踏悬，好一点。哎，那个神教很重，很重。我那时候拍那个大悲龙魔的时阵，我唔是教我妹妹两个爱跟嘿。我们只是要五四三二的时候，他们把那个轿子扛下来，我们在挡两三，就这样拍了大概一个小时而已。可是这中间有拿起来好几次哦，我加个坑黑的毛巾啊，这么厚，垫在这里，等起规个拢溅起来。哎呀，这一定会溅的。一日啊，你啊嘞，规个拢溅起来，而且我看伊内底真正咧扛轿的人哦，这规个拢结烂呐，规个拢变钉。我讲啊，这边怎爱开刀？哎呦！那个一定要拆掉才能解决。小等下，很辛苦。这真正做机械，你听看没？听听听。真正做辛苦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真的，谢谢。